那么这种这个国野的关系，这个国人跟野人的关系是吧？国跟野的关系怎么样形成呢？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征服有关系啊。这个在这个《论语》里面就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孔子说这个先敬于礼乐，野人也；后敬于礼乐，君子也。那么这个地方它表明什么呢？表明就是说，这个在野里面住的人啊，他反倒是他先接受这个文明的熏陶，是吧？那么在这个国里面住的是一君子，是一贵族，而他们呢，反倒是什么？他是后敬于礼的，他们这个接受这个文明的这个洗礼啊，比较晚。所以从这个就看出什么呢？看出就是在这个古代是吧，在这个野里面那个野人呢，他这个形成呢，就是跟这个征服有关系。他因为他被这个是吧，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民族把他征服了，所以特别像这个孔子所说的这个情况是吧？我们可以用这个周人征服商人这样一个历史事例来解释。这样可能比较是合适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商人他是这个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民族，就是说他先进入文明的，这周人就比较差了，是吧？周人比较晚，周人属于后进的民族，但是呢，这个周人的武力比商人强，所以他把这个商人征服了，所以商人是吧，只能呢就是被这个处于这个被周统治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野里面，是吧？而这个君子呢，就是这个周人的贵族，他们是在国里面，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个商人贵族，是吧？周人也需要跟他们合作，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商人，是吧？都被这个打在那个底层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周人呢，他要进行统治的时候，是吧？他还离不开商朝的贵族，是吧？这一贵族，所以他要跟这一贵族合作。所以呢，部分的这个商朝的贵族，他们也同样的是安排在国中的，不是在野里面的，所以这个像这个《左传》里面这个《左传》这个定公七年啊，就说这个鲁国这个阳虎，阳虎啊，他这个跟这个公及三桓盟于这个周社，盟这个国人与伯社啊，那么这段话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它非常明显的，那么表示出什么呢？三桓这样的最高的周的贵族，他们是在这个结盟于这个周社，因为他们是周人嘛，所以在周人这个庙里面。而这个国人呢，盟于这个伯社，这所谓这个伯社是什么？伯社是商朝人的这个神社，啊，所以证明这个国人呢跟商人有关系，所以他们才这个迷信活动是吧，在这个商朝这个社里面这个进行所以可见呢，就是这些盟于伯社的，必定是就是出身于这个贵族的这个商朝人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左传上讲的是吧，就周初的时候是吧，周人呢把这个殷民所谓的六族分给这个鲁国让鲁国。把这个殷民六族带到这个鲁国去，是吧？实际上他们是要进行这个联合的统治吧，依靠这个，是吧？周人要依靠商人的贵族来进行这个统治，这个商民族。现在第二个小题目，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村社组织的问题。这个《周礼》里面记载啊，这个乡里面是按五家为比。五比为旅，四旅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是吧？可见呢，就是这个乡里面是吧？国里面这个乡啊，是由若干个小家庭是吧组成起来的，是吧？那么在野里面，同样也有类似的这样组织，所以这个周里这个随人就说什么？说这个长邦之野是怎么管法呢？他就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站，五站为比，五比为县，五县为随，
所以这个就是周礼里面讲的这个在野里面的是吧，他这个老百姓就怎么样这个一种这个组织形式是吧。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周礼里面的情况。例如说另外鉴于这个国语，国语里面也讲了它是记这个齐国的制度啊，当然跟这个周的这个制度是很相像的是吧。那么这个国语里面讲这个齐制就是这样子，就讲这个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是吧。那么它的这个组织跟这个跟周礼里面差不多是吧。它最基层的是吧，最低的是五家人家为一个轨，然后这个是吧，十就五十家就为一个里了是吧。这个四里又为连，就是这个二百家吧，二百家为连。那么十连为乡，就是这个两千家就成那个成为一个乡，也就是一个乡包括两千家人。那么这个这是这个国中的，前面讲的就是国里面的这种组织是吧，五家是吧，以这个五家为这个起点是吧。那么这个野里面是吧，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组织是吧。例如说这个国语里面也讲什么，讲三十家为邑，十邑为族，十族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是吧。它也是这样子，有最这个基层的是三十家，每三十家就组成一个邑是吧，一个小村子是吧。然后把它这个扩大起来，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属是吧。那么所以他说这个在这个野里面他一共有五个属，就是像前面讲的这么大的属有五个，包括五个啊。那么这种组织我们说这个以这个五家或者几十家是吧为起点的是吧，这样人群的组织是吧。我们说这种组织它可以用于这个农业生产啊，因为我们在当时这个农业生产是不是这个各家各户自己干的啊，它一般它是需要就是说劳动之间的协作，就是这个互助合作吧是吧。所以呢它需要这种组织是吧，需要这个组织是吧，这样就以便的更好的组织这个是吧，这个农民去这个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说这种组织是吧，它又是带有军事性质的是吧。因为就是说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是吧，要打仗的时候调发军队，当时就是靠这个民间这种组织是吧。所以这个在这个平时的时候是吧，我们说这个里面是吧，他这个多少家人家，这个五家是吧，十家什么几十家的是吧，他这个里面他都有个小头头，有个小头目是吧。那平时这小头目他可以指挥跟组织这个农业生产，如果一打仗的时候他马上又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军事的一个组织者跟指挥者，成了一个小军官吧是吧。因为我们在这个古代这个社会里面是这样的，它是个全民皆兵制，所有的老百姓是吧，他都是这个必然的是吧，都是这个在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个拿起武器的这个士兵是吧。那么平时的时候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是农民是吧，理所当然都是农民。所以这样我们就说明什么，当时是兵农合一制，兵跟农不分的。那么在这个春秋时期，我们知道这个国里面是吧，这个凡是这个适龄的这个男子是吧，都要编入这个军事组织是吧。那么当然也只有这个国里面的这种士，这个士是吧，才是正式的这个战士是吧，就打仗的时候的这个士兵。因为当时是这样规定，就这个因为国里面这个人的这个身份比较高，所以他们这个平民每个就是青年这个男性吧是吧，他是这个是合格的一个战士啊。那么在野里面，尽管我们说也有很多这个人是吧，也有这个啊，但是呢他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这个地位摆在那儿，
他这个地位，他这个要比这个国里面的这个国人呢地位要低一点，也就是他们是不太这个够格去当兵的。当然我们说这个在野里面是吧，他不是这个农民，这个也有这种组织是吧，跟这个国里面差不多啊。但是呢从这个文件来看什么，他们当时这个是吧，他也要接受一种这个训练是吧，当因为他有组织嘛，他这跟这个国里面一样，他们都是有组织是吧，多少人的成为一个小的这个集体是吧。但是他们这个性质就跟这个国里面不一样，这个国里面的什么，我们说这种武装组织是吧，这个就成为这个打仗的这个军队。而这个野里面这些人虽然也组织起来，他们只能算是我们现在说是算一种预备役吧是吧，或者是一种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后来这个民兵这样性质，他不是正式作战，但他们也有这种是吧，接受这个类军事的这种训练。下面是第三个小题目，就是讲一下这个县跟都。按照这个《周礼》所记呢，县跟都啊都在这个野里面，是吧？县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古代这个贵族是吧？他虽然也管理这个政治是吧？但实际上也是当官吧，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古代他没有这个俸禄，没有像后来那样子给这个钱呢或者粮食物的是吧？这种俸禄制度是吧？没有的，而是呢，他们这个。主要是就是这些贵族从君主那儿获得一取这个禄役啊，禄役。当时所谓这个禄，就俸禄的禄是吧？那么就是指这个，主要是指什么？指这个田或者役，是吧？禄田、禄役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个田跟役的差别就是，田呢就是说比较小块的是吧？啊，几十亩、一二百亩是吧？这个就一块块的这个小片的田地。邑是什么呢？邑就是说他这个上头有多少家人家住在里面的是吧，他是这个是吧，他是比较大些，而且他是有组织的是吧。那么周礼这个，在周礼这个野里面是吧，最靠近国的这个部位啊，就是这个野里面就是比较挨着这个国比近的地方，那个里面就有所谓的公邑、家邑是吧，邑就是有这种不同的邑，这个公邑叫家邑是吧？那么再往远处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小都、大都，小都、大都。那么它这种划分的意义何在呢？是吧？我们说这个公邑跟家邑是吧？它一般都是分封给这个是吧？一些贵族的一些这个一个领地。那么这个县跟都是吧，在这个春秋早期的时候，它都是一种什么呢？土地面积上的一种这个单位。你这个地方土地有多大？比如说它有几个县、几个都是吧？它表面可以这个是吧？有容纳这个多少这个农民是吧？那么这个时期，我们说这个邑。是吧，这个跟后来这个城邑这个性质还不太一样，因为后来这个县是这样的，后来的县呢，它这个县有大有小，那么它这个大的县就是表明它这个居住的这个在这个县里面居住的人口很多是吧，那么小县就表明它这个人比较少是吧，比较少。那么到了这个春秋后期是吧，随着这个社会生产这个发生不少这个变化是吧，县开始向什么呢，向这个城邑化发展。我们说本来这个县什么，我们就是一种这个是吧，一种这个地区这个范围这个大小的一种名称是吧，它能够容纳多少人是吧，这个叫一县。那么到这个后来呢，这春秋晚期以后是吧，我们说这个县呢开始向这个城邑化发展，也就是说县里面这个人呢就比这个原来这个要多啊，人住的人就多了，居民就多了是吧。
所以啊，他这个又像这个《左传》里面，《左传》这个昭公五年，里面就讲的，说这个晋国是吧？说这个韩馥姬役皆臣献也，说这个韩就是这个晋国的这个贵族是吧？韩氏家里他们有7个封邑，但是说这个7个封邑都是很大的，就不是说这个里面住个一二百人、二三百人那样，他这个住的人很多。所以他说皆臣献也，说他虽然名义上说是这个韩国的7个邑，但实际上等于是因为他这个人很多啊，里面这个人口多，所以他实际上相当于7个县。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到春秋晚期是吧，这个邑啊，因为它随着这个生产的发展是吧，这个人口的增多是吧，这个县呢慢慢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就是后来的我们所说的中国的这种这个县的意思了。他就是他要这个上头要居住很多这个百姓是吧。另外像这个左传里面这个昭公28年，这个左传就说什么，说这个晋国分其氏之田以为7县，说这个晋国把这个当时这个齐氏一家这个贵族，因为把他这个田呢，把他这个等于是没收了吧，是吧？没收了以后说，把他的田呢就分成这个7个县，所以证明这个齐氏这个田是相当大的一片，是吧？所以他可以后来分成这个7个县。那么这个有了县以后，是吧？开始就是这个中央就开始什么任命这个一些这个大夫来治理这个县。因为这个有了这么大一块土地是吧，上头又居住了这么多的人口，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什么，要派人去管理是吧，去统治是吧。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这个县里面都有这个，每个县里面都有这个县大夫来治理这一县。那么到这个春秋晚期来说，就是说县向这个城邑这个靠近呢，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它这个县不再是像原来那样子，这个在这个野里面是吧？这个是包括这个多少这个田地，多少这个人口的这样一个组织是吧？它慢慢就像这个城邑，后来这个城邑这个发展的，一座县呢成为一座这个县城了是吧？所以《史记》里面记载啊，当时这个秦国是吧？就开始在这个平阳、蓝田、蒲这些地方是吧，就都设了县，就成了这个平阳县或者蓝田县是吧。这个我们说这种的县呢是吧，跟这个春秋早期的这个不太一样了是吧，也就是它是主要是一种这个，它这个上面要居住很多这个人口是吧，很多这个人，所以这个县就跟后来这个县差不多是吧，相像的，所以它变成这个城邑，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农村的一个组织。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都，这个都啊跟这个邑啊实际上在古代是差不多的是吧。那么但这个后来我们说这个都啊它也有些变化啊，例如说这个像这个左传里面记载，这个鲁国这个仲由，他曾经这个要堕三都，所谓这个堕三都就是什么，就是把3个城呢，把它这个毁掉啊。那这个3个都啊，就是它是比人口是比较多的，是吧？它跟这个县差不多，比这个邑的规模要大，所以它称之为都。另外呢，在当时也有规定，是吧？这个什么叫都呢？它也有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凡这个邑里面有这个宗庙，有这个先君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吧？它的祖先的这个是吧？庙里是吧？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都。如果说这个城邑里面是吧，它没有这个先君的这个庙了是吧，那么它只能还是叫邑。所以到这个春秋末是吧，我们说到战国初是吧，县跟都邑啊越来越，我们说它有些模糊不清。我们现在来说什么，要来把它分清楚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它比较模糊。它不像以前，是吧？
以前我们比较明确是吧，义就是义，都就是都，县就县是吧，现在就比较有些混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文件里面经常见什么呢，说县都或者都县把它连起来说了是吧，就证明这个县跟都是差不多了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春秋晚期呢，晋国经常把这个县赏赐或者分封给有功之臣是吧。到了战国早期呢，君主为了集权是吧，又把这个贵族的很多这个封邑啊就收归为这个是吧国有，中央嘛是吧。那么当时这个有很多这个就直属于这个君主的统治的这个县。但下面有问题，就是说春秋时期是吧，说当时有没有这个郡呢，是吧，目前呢好像还不太容易这个判断，是吧。因为这个左传这个哀公二年，左传这个里面说晋国这个赵鞅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就是这个在军队里面这个誓词了，誓词当中有这样的话，说这个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在前线是吧，如果你打能够这个打胜仗的是吧，那么你这个上大夫就可以，因为根据你的上大夫贵族这个身份地位吧是吧，就可以这个接受一个县。那么比较低的就是这个下大夫是吧，他可以受什么，他可以受一个郡。那么这个话是吧，很明显的看出什么呢，这个当时这个县呢要比这个郡大啊，所以这个上大夫啊，这个地位高的贵族可以受县，地位低的只能受郡，就是表明这个郡是比这个县要小，比这个县要低。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说这个，我们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啊，很难说得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从文献来看，是吧？郡的这个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是吧？因为它的这个它的作用就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郡？因为这个县比较多了，现在这个管这个县呢，这个中央管不太好管，所以要成立一个郡的这样一个这个组织是吧？来这个管这个很多个分散的县。那么这种过程我们来看是吧？一般是什么？它也是随着这个经济是吧、政治这个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一般是在什么？是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比较普遍，因为这个当时的君主跟这个县不太好管了，因为县很多了啊，所以他就需要来成立一个郡，由这个郡来管县。所以这样是在这个一般是在这个战国的后期，对吧？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春秋晚期就不大可能出现就是这个郡县制的这种这个郡管县的这样一种体制。